奇，在17年参加了创造101而大火，除了美貌还有一股努力向前的拼劲，除了性格好到爆还带点蠢萌，在节目中也很照顾同伴，所以身上自带一股大哥风范，所以被网友们起名山之大哥。他之前在韩国以宇宙少女的女团身份出道，发过四张专辑，比如第四张专辑 Dream Your Dream， 虽然是一个迷你专辑，但也收录有八首单曲，相比与前一张专辑 Happy Moment 尝试了不同的曲风，有了很大的突破，也参演过电影《蓝色生死恋》。这部影片虽然评分不高，但情节也是蛮感人的，关键是主演颜值普遍很高。近日的一场舞台秀上，山之大哥一身黑色套装帅气逼人，上衣是短款黑色长袖，前胸有红色图案修饰，像是点睛之笔，黑中带红，瞬间吸引眼球。短款的露脐装充分地展现了腰部的完美线条，脖梗配以黑色锁骨链，帅气中带着妖娆美艳。裤子是宽松又有型的黑色高腰裤，腰间配有拽裤拽裤的链条，既有舞台风又不显浮夸，喜欢走酷酷路线的小姐姐也可以借鉴，既不怕有小肚腩，又可以拉长腿型，随时可以让你自带气场，帅气出街。只是不知道山之大哥在跳舞的时候，不知道会不会被这个大链条打哭。整体造型配色橘红色口红和棕黄色发色，简直是相得益彰，霸气中带着美艳，美艳中透着温柔，山之大哥可以给造型师加鸡腿了。除了这身装备之外，还有很多的穿搭也是很棒的，粉色上衣配街头风的超短裤，特别是腰间那条透明腰带，整身装备都透着时尚又有风格的气势。粉色宽松上衣显瘦又减龄，超短裤的烂烂的裤腿既讲腿部线条修饰到极致，又带着诱惑迷人的感觉。裤子颜色的选择也很考究，还有那条透明腰带也太有个性了，既能收小腰围，又将整体造型带入了时尚感，完美 fashion。再戴个棒球帽就可以靓丽出街了。还有下面这一套，真的是初秋软萌妹子的穿搭宝剑了。白色衬衣，灰色超短裙，奶白色针织衫，是不是可爱又清纯，走在校园里轻松摆脱路人，吸足眼球吧。不过衬衣的挑选要有点小装饰，像简约中带点小心机，可以是色彩亮丽的小纽扣或者胸针。穿短裙的颜色就尽量不要和衬衣颜色相同，针织衫的外套也记得要短一些。